耶、，Hello， 欢迎收看我的小兵街舞教学，这也是逸夫空间。今天我要教的动作是 Air Flare 抛，抛是一个非常帅的动作，非常适合把妹，而且很多人还说抛叫做大风车，其实它叫做抛，抛东西的抛。OK， 先来示范一下吗？好，准备，来了。God damn！耶，帅吧？抛必须要会六个基础。第一个呢，倒立；第二个，倒立回化脚；第三个，急心扯；第四个，八卦转；第五个，风车；第六个，鞍马。掌握这六个，你就很容易练会。OK， 练会了吗？抛一定要练会以上四个基础动作，而不是四个，是六个。接下来抛的技巧，有了这些技巧的时候，你的抛会更轻松。好，第一个，急行车的时候抛脚要往天空上捞，像少林足球一样，用力把它捞上去。抛有些人会做往旁边捞，是不对，是往上捞。看一下，一个脚往上捞，捞，脚是往上。OK， 再一次。第二个动作要练会躺风车，躺风车的时候就是抛坐金车的时候，接到右手，重心要往右边移，右边移的时候可以先练躺风车，躺下来的时候接风车，示范一次，躺风车，再一次，可以用慢动作。第三个动作呢，躺风车就是练你的重心往右边移嘛，然后接下来要撩过去的时候，左手要先接到，左手先接到墙壁，双脚回化，双脚张开回化，再次哦，左手接到的时候，双脚张开回化，左手接到，双脚张开回化，往上捞，再次。接到回话，好，第三个技巧，第四个技巧呢？接到的时候回话，左手重心推到右手上，然后重复上一个动作，做一个循环，然后现在连续动作。OK， 有看清楚吗？可以用石头模型看。我今天的教学到这边结束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表演，不是表演，如果你喜欢我的教学，可以订阅加分享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各位网友，如果想要了解我更多的资讯，欢迎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追踪。那如果想要看到我更多影片，欢迎到 YouTube 下方按订阅。各位网友，我们下回见喽，拜拜。